春天来了，和孩子一起养蚕宝宝吧。打开养育舱，铺上桑叶，把蚕卵放进去，过几天就能孵出蚕宝宝。每天给它们喂食桑叶，长大后就会爬进后面的节俭室吐丝做茧。底部有落沙盘，打扫卫生也很方便，还配了观察手册，记录每一天的变化，见证蚕宝宝的奇妙生命之旅，特别有意义。套装里养育舱和蚕宝宝是都有的啊，这样的礼物送给孩子，他一定喜欢。